成家嘞！小蔡永森登场啦，由童星朱佑成演的小永森在第三集一出场立马吸引观众眼球，让大票网友在 PPT 狂刷留言，有人说他五官神似柔道国手杨永伟，两人照片一对比还真的有点像呢，更有人表示这俊俏帅气的脸庞长大肯定不得了。本届除了可爱的小永森出场外，陈嘉玲和蔡永森的撒糖现场也让观众看得心痒痒啊！教练 part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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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玲 party， 嘉玲 party， 嘉玲嘉玲嘉玲 party party party， 教练 party， 教练 party， 教练。站在你的左边，离你的心。教练，诺啦，你叫就叫啊，大声要创啊啦！教练，你这是要 po FB 的，还是要传给嘉玲？也不知啦，教练没在啦。我跟你讲，撩妹要有技巧。来，教练，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犯罪率这么高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美丽的五官是我犯罪的开端。无大无小，别闹啦！我是笑无讲讲这啦。不会啦，你一下就可以了啦。哎、欸，陈嘉玲，你知道那个台湾犯罪率为什么那么高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被记了耶。你现在学那个波带王什么撩妹语录吗？哈喽妈呀，香啊！你叫我这微博，你不适合这个啦。我要送你东西。你真的不适合。